必胜客，我灰太狼，我程飞又回来了。这必胜客现在又开了一次自助啊，不过这次有三个菜品是限量的，火鸡腿是限量的，阿根廷红虾串是限量的，还有芝士焗扇贝是限量的，其他的都是无限点的，只有三个限量。等了好久了，终于上了一个凤尾虾，等不及了，就先吃了啊。嗯，凤尾虾不限量，无限吃啊！点了五份。好，叔好，同学你好，又来了两份啊。全程直播啊，全程直播。现在价格多少？158。一会儿吃冰激凌吧，必须吃，吃十个。好嘞，谢谢。这是空的，我得踹一下啊。嗯，行。谢谢。给您都拼到一块了啊，咱们的集中地方。行，好的。啊，哎，怎么五只？我这个鸡翅我点了一份儿。鸡翅一份儿，没事您吃吧，给多了呢。那么相信我？哎，这 A 是不是别的桌的？您确定一下。小龙虾我没点。虽然我是能吃，但是我不太爱吃。您确定一下是不是别的桌的？他没给我单子，直接从67我就拿过来了。哦，行，直接给我端来三份，我点的是一份嘛，直接给我三份，我相信我能吃完。不过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的这份。对，是同一家店，还是同一个位置，是同一个女朋友吗？这什么鬼问题？我就一个女朋友。你们这么高端吗？有三个红虾、扇贝、火鸡腿限量，你吃不完按原价付款可以打包。那我这个是不是确定了吗？是我这桌的吗？好像不是我这桌的吧？哪个？这个。那个没事，那个他给我说错了，本来65的，说67了，没钱送他。那不是我这还没动，要不然给人上过去还是怎么着？不合适的，我给人已经付了。那行，好吧。太相信我了。虽然上错了，但是为了不浪费，咱就吃啊。哎，这个阿根廷红虾是吧？嗯，对。这盐烤的是吧？嗯。哦，那不是。这个盐烤的红虾不是特别的，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吃。这是限量的之一，阿根廷红虾，盐烤的。啊，鸡翅。那个之后就不用拿吸管了啊，因为我不太用，哦，要不然浪费。谢谢您。这个好嘞。这是黑椒。对。这个呢？那是西冷。西冷。菜花要吗？不浪费，不浪费。好，谢谢。配菜咱也不浪费啊，这虾好吃吗？这虾不好吃，太面了。这个限量的阿根廷红虾啊，不太好吃，虾肉太面了，一点都不紧实，所以它这个限量也就无所谓了。有鱼圈。这好像是叫西冷是吧？你正常花钱比这个单点的少，就是你自助花钱比单点的少就可以来吃。来吧，没有没有，吃的更好了啊。还有菜吗？有，还挺多呢。限量的有三个，一个是红虾，一个是火鸡腿，还有一个扇贝。红虾和火鸡腿都不好吃，扇贝北京这块好像没有，我不知道是这家店没有，还是北京没有啊。
断线了，现在应该恢复了吧？五点开始吃的啊。老师觉得好吃的是什么？我说好几遍了，生烤凤尾虾。对啊。为什么不吃小龙虾？因为不好吃。点餐限时，吃饭不限时。我已经过了点餐时间了，没法再吃了，没法再点了。一会儿吃扇贝啊，他扇贝今天到货了。直播还是录播？啊，这是录播，这是录播。那个限量的都不好吃。还有五个冰激凌，不过也已经饱了。喝了多少杯咖啡？我说呢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杯水。为什么这次喝这么多水？那好的啊，其实刚才点了五个冰激凌，但是因为咱们已经吃饱了，所以就正好他又没上，就给退掉了。咱们就也别多吃了啊。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吃到这里了。感觉上。上次因为毕竟是有新鲜感，所以还觉得挺好的。这次跟上次相比，就确实一般了啊。推荐的菜有香草凤尾虾，奶油蘑菇汤。另外，它这三个限量的，我说实话都感觉不好吃，所以说也就不要纠结它是不是限量了啊。你尝一份也不想吃第二份的，基本上也就是这么着吧。好的，那么感谢您的观看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这是直播吗？这不是直播，这是录播。你看到的是录像。行，那么咱们大家就先告辞吧。帮我给这个录像打个招呼。比如说发声你好啊什么的，程老师好，大家再见之类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大家了啊，谢谢大家了。